我们要左转右转右转右转，你看画面右转画面，啊，看你右转右边有没有什么死角啊，就是要随时会右转，你看，可是会看的话就是出去之后左转，现在就要去冒险，请走出去之后那条大长路。好，你还在录吗？大同路左转，好，等一下，红灯，好，结束了。